在这世上，谁没有跌倒过，谁没有流过眼泪。重要的是，在跌倒后，流了眼泪之后，你有没有擦干眼泪，擦擦伤口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起立，谢谢老师。志勇、德凯，你们过来一下。志勇、德凯，我们一年一度的新加坡田径赛即将举行，我打算从你们当中选出一个参加这个比赛。老师，你选志勇吧，他是我们田径队的队长，跑的速度比子弹还快，找他比赛一定赢的。志勇，你怎么说？好的，老师，我会尽力，不会让大家失望。那好，我就派你去。德凯，你就做后补吧，大家加油。谢谢老师。老师的话我听说了，恭喜你们。志勇，不管我有没有当后补，我都会陪你一起练习的。谢谢德凯，我知道，我们三人行，不管在哪里，一起同行。啊，我的脚！志勇，你怎么样？哪里痛？欣颖，快去叫老师。志勇，你怎么了？妈，我想退出田径队。退出田径队？为什么？一直以来，田径就是你的生命，怎么突然要放弃呢？你看我脚现在这样，我还怎么能参加比赛？志勇，你只是不能参加这次的比赛而已，你别失望。等你的脚康复了之后，你可以再参加别的比赛呀。妈，你不懂，就算我的伤好了，我也不能像以前跑得一样快。不如干脆退出田径队，免得丢脸。志勇，你千万不能放弃，你还有希望的。如果你现在放弃，就等于没希望了。失败为成功之母，更何况你只是脚受伤而已，就把这事当作一次休息的机会。等你脚康复了之后，你可以再跑再训练，妈妈支持你啊。你放心，我们是好兄弟，我会好好表现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速度，你跑得比以前还快，你看你破了以前的记录。对呀对呀，你真的好棒啊。如果不是我妈妈的支持还有你们俩的鼓励，我想今天我不会站在这里。是你们让我从黑暗中看到光明，看到希望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是三人行，不管在哪里我们都一起同行。一年一度的新加坡田径赛即将举行，我打算从你们当中选出一个。是我回来了。我知道，不管在哪里，一起同行。哎呀，sorry。